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，神奇的汉字，下节更精彩。作业帮直播课，神奇的汉字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提醒您，前情回顾。昨夜赛况持续升级，第一季冠军选手方晓东面对首轮赢家刘嘉森，临危不乱，实力对碰，双臂伸开，正确，我选二，正确，不幸以一分之差惜败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他可能突然想不起来了，招摇撞骗，回答正确。而后刘嘉森强势挑落比肩魔法师侯昭威，嘉森抗力呢必须是指夫妻，所以只能是选择二，但遇上实力派土拨鼠博士生苗灵毅，我选三，雕虫小技，正确。苗灵毅本轮获解，面对新一轮挑战，他能否守住一号位，一起拭目以待。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第二季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，作业帮累计用户超8亿。我是何炅，这边是我们的新生举荐官陈学冬，欢迎冬冬，以及我们熟悉的专家立波老师、王磊老师，我们马上请出下一场的3位选手。王瑞，厦门大学哲学系大三在读，第17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新概念，哇，是我童年的噩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拥有双重人格的哲学少女，我叫王瑞。欢迎，双重人格。席瑞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，四川大学辩论队教练。哇，辩论队教 练，厉害了。大家好，我就是虽然已经翻过车，但是又要再战沙场的席瑞。刘虎奔，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物理经济专业在读。超厉害，虎哥，超厉害，对。流水的选手，铁打的奔奔。大家好，我是不拿擂主就不走了的刘虎奔。哦，真的好期待这组的对决哦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到笑容非常甜美的我们的哲学少女。为什么说你有双重人格呢？因为我平时有写一点点小好文章嘛，然后大家看过我文章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细腻、很敏感，甚至是很内向的人。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活泼、非常外向又非常爱冒险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欢迎非常有勇气的，但是看起来又很内向的我们的双重人格哲学少女王瑞。好，席瑞又来了。席瑞，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上次不是说自己不翻车的吗？是不是翻了？你刚刚来又说什么？又立了个 flag。你跟浩源就是一伙儿的。没有，我说的是我已经翻过车，我承认，但是我要再战沙场嘛，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所以你今天还选浩源那一组不？我今天看一看陈队的这个，看谁选他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到虎奔了。其实上次虎奔跟向宁就是一分之 差一点点，差一分。对，所以这次会不会要弥补这个遗憾？遗憾肯定是要弥补的，而且我发现这次有我非常想要碰上的对手李浩源哦。对，他挑战你哦。因为在第一期的时候就和李浩源有过有一点感觉，并没有正面对抗，对，但是有一点擦枪走火，然后我就遗憾离场。对，今天大家的用词为什么都这么奇怪呢？好，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跟浩源一对，还是会正面杠上，好不好？好。那首先我们要请林毅来选择你今天第一个对手了，这3位你先挑谁？两个队长选，感觉他会选妹妹。我的话，我会先选择我旁边的瑞瑞，因为这个从刚才的嘉森到虎奔，
我能接触到的女选手也只有她这么一位了，我怕一会儿我没有机会再跟女选手对擂，我决定还是把她放到了最前头。这是反映了考古学的这个恋爱状况有多么悲惨吗？好，加油啦，王瑞，怎么样应对她的挑战？那作为一个哲学少女，我当然是要用哲学的话来回刚我们的苗博士。苏格拉底曾经在希腊神庙上写过一句话，叫做认识你自己，今天我一定会让你认识到你自己到底有多么的菜。哇塞，凶的哟，好猛，好狠，火药味好足。两位做好准备，来，第一题，请问诗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早用来形容以下哪种情感？一、爱情；二、战友情；三、亲情；四、师生情。亲情吧，我倾向于还是爱情。两位请抢答。来，林毅。我会选择第二个，战友情，因为这首诗我之前看到过，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它前面还有一句叫做死生契阔与子成说，它呢是诗经背风击鼓里面的一段，讲的是战友之间的约定，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二，战友情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好，恭喜，1-0，王瑞加油啊。来，下一题，请问以下哪个词属于方言词汇？一、得劲；二、包袱；三、蛾子；四、打拼。我觉得是得劲儿吧。蛾子吧，幺蛾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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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好，王瑞。我的选择是得劲，因为我经常有听到别人讲的是得劲儿，所以我觉得它是来自于方言的这样一个词汇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错误。哦，我就说嘛，不对，一太想当然了。那是什么？来，林毅，请回答。我觉得可能是二吧，我觉得可能是包袱，因为在一些这个语言的节目中，老有人说到这个丢包袱，所以说我觉得会不会是二，包袱。啊，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错误。啊？哦，这真是出幺蛾子了。再怎么打拼都不对呀。你现在你考古里头，除了这个相声抖包袱，那古代用包袱这个词经常用的。甚至你像徽州连那个饺子它都叫包袱的，但是它是标准普通话里常用的。说到方言，其实大家应该听过一首歌叫什么，哎扁阿家喂羊，哎扁阿家喂羊，是吧？对吧？听过，爱拼才会赢。对，爱拼才会赢嘛，就闽南语的打拼嘛。是啊，对，其实得劲儿啊，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东北人要在这里负一点责任，因为我们确实说的太多了，得劲儿。但是如果你去查的话，它的确是一个普通话词汇，其实也有类似的词可以转换，比如包袱底儿就是方言。哦，刚才何老师说的幺蛾子也属于方言，但是蛾子的话这词本身也属于一个普通话的词汇。好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四，打拼。这一题两位都没有答对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看下一题。来，请问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他会在哪里？一、灯火零落的地方；二、灯火通明的地方；三、没有灯火的地方；四、彩灯高挂的地方。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好，来，王瑞。因为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后面一句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那么我们曾经有个词语呢，它是叫意兴阑珊嘛，那是形容人的就是兴味它已经开始渐渐消散了。我觉得这个阑珊呢是通用的，所以在这里应该是灯火零落的地方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好，1-1。哲学女孩，我问你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阑珊是灯火零落的地方？又被追问了。根据我的推理来看，我觉得阑珊嘛是渐渐褪去的这种样子。阑珊为什么是渐渐褪去的样子？
很多报纸都呼应晚上灯火通明叫灯火阑珊，那大家都搞不清楚这一点啊。当然你们俩一个看大地，一个看天空，一个哲学，一个考古，要看人间。蓝原来是木栅栏，木栅栏引申为稀疏和残和静的意思，珊是什么？珊瑚，然后引申为君子的佩玉，佩玉相撞产生隐约的声音，所以蓝是将近，珊是隐约，最后变成啊，就是灯火落尽，这样落尽零落的意思。对，好，双方战成一比一平，下一题。请问，首屈一指的指说的是哪根手指？一大拇指，二小拇指，三食指，四中指。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好，来林毅。首屈一指，想到这个词，我立马会看一下我的手，我真棒。对，因为这个古人计数啊，它是从这个拇指开始计数的，一根指头一根指头扳，所以说首屈一指应当指的是大拇指，所以说我选的是一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这个干扰项可能是我们比一会比食指， 对不对？其他两个手指应该不会。你刚才举的这个姿势叫手竖一指，手竖一指。他说的是手屈一指。那这个呢？你是这个。是这样，一对二，他要这样三，屈是从大拇指往里头屈的，这个哦、二三对。啊、哦，手哦这样吧，手屈一指，一二三四这样。好，现在二比一，各位加油了，来下一题。请问以下选项中哪个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推迟科举考试的理由？一试卷被盗，二皇子出生，三考生生病，四考官结婚。我觉得这四个事情里面最大的是二。猜一个，猜一个，我觉得一和二，猜一个，一和二，一和二，应该有 B 选 B 卷，你知道吗？跟高考一样有 B 卷。我觉得考官结婚会更加的。考官结婚可以换个考官啊。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考官应该是就当地的那个已经培训过的考官。哎，不对，那考官结婚应该是提前定日子。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又是林毅。这个题非常有意思啊！第一个试卷被盗啊，都是我们学生比较关注的事情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，肯定都会推迟考试。然后第二个皇子出生，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了一件光绪元年的恩科的试题，所以说皇子出生不会推迟考试，而是会额外加一场考试，叫恩科。然后就在第三个和第四个里面，我刚好最喜欢的一位词人就是苏轼先生，他呢跟他的弟弟苏辙参加科举的时候，他弟弟苏辙生病了就没有去考试，当时的这个宰相韩吉就向仁宗汇报了这件事情，将这个考试推迟了，所以说我觉得应当是三，考生生病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漂亮，这个事儿说得很对啊。但是不是说苏辙没有去考试，是他生病，但问题是如果换了苏东坡会不会？我猜也会。也会是吧？嗯，我猜不会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苏轼的名声比他弟弟大好多好多，可是真实的历史大家不知道，因为当时像韩琦、王安石、司马光这些人都更看好的是苏辙，而不是苏轼。苏轼是一个艺术的大宗师，但苏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，他是一个行动派，所以后来蜀党真正的领袖是苏辙。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推迟，因为那是制科考试，那一届直言及剑科，所以可以临时变动。懂了。那么祝贺林毅获得了胜利，我们也谢谢我们可爱的王睿，谢谢，欢迎你继续来。很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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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的。好，林毅现在还剩两位，你要选谁呢？虎奔跟我是老乡啊，我俩都是西安人，我把他放到最后啊，毕竟他是铁打的奔儿。铁打的奔儿，
啊，我都不选他。而这个徐瑞老师，他在四川大学当过辩论队队员，而我是博物馆的讲解队员，我就想看一下，两个都是靠语言来吃饭的人，谁的知识储备更丰富一些？好，徐瑞摇头了，怎么呢？因为辩论队员不光靠语言吃饭，主要是靠反应力吃饭的。好怕怕，厉害啦！好，两位最后准备，请看第一题。请根据以下古文表情包猜二字词语，提示咋？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来，席瑞，这个词啊，应该是上天，因为它第一个字的那个甲骨文，它其实是地面和地面之上，这是很明显的上。后面那个应该是经文的天，因为它人要顶天立地，所以头顶着苍天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那个天灵盖嘛。我刚开始看着提示那个咋字有点迷惑，我猜了一下，我现在想告诉大家，就是我觉得出题人你怎么不上天呢，对吧？你咋不上天？我觉得这个咋字完全是一个干扰项，应该是上天啊。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好，我要告诉大家那一横是什么。那一横就是指示，这就是上和下，上是一个物体，这一横在它上面代表就是指示这个物体上面，下面那一大横是物体，这个一横下放到下面一横呢，一或者一点，这叫指示，造字六法里的指示。好的，一比零，下一题。请正确读出下列三宫格中标红字的读音。黑黢黢，文绉绉。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来，李毅。第一个应当是大波波，第二个呢是黑黢黢，第三个是文绉绉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好，干净利落，一比一，两位下一题。请观看以下视频。高筑陇海泽安湖洞，山无陵江水月，东北是手下雨，西出阳关高无故人，天上宫阙人生自是有情绝，万幸人宗命。请问这段视频里出现的以下几首诗中，哪个朝代的诗人的诗出现的最多？这个太难了吧，这个题好难。这个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席瑞，小楼一夜听春雨是陆游的宋朝临安春雨初霁，山无能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夏雨雪是汉乐府上爷，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唐朝王维的宋元二十安西，不知天上宫阙是宋朝苏轼的水调歌头，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雨月是欧阳修的玉宇楼春，万径人踪灭是唐朝柳宗元的江雪，宋朝有三个宋朝的诗人出现的最多。好厉害呀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回答的非常流畅，就是那个山无陵，我们说过很多次了，看来受琼瑶阿姨的影响很深刻，还是山无棱，山无陵，扣零点五分。好，下一题，两位做好准备，来。秦兵马俑是秦汉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，请问下列对于他的介绍哪一项是正确的？一，仅三种不同发型；二，全部都是单眼皮；三，平均身高一米七；四，胡子都是八字胡。三吧，我也觉得三。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好，来，哇，这个应该是他的这个强项啊，这个强项。对，因为我这个研究的方向就是做的秦汉考古，然后兵马俑就是出自于我们陕西的临潼，这个答案应当是二，全部都是单眼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当时秦人统治的范围主要是在我国的西北地区，这一地区呢在当时是这个东亚的蒙古人种，它的主要的这个生理结构呢就是单眼皮，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正确答案是二，单眼皮。
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接下来2-2平，两位做好准备，来，请看题。此题为手写题，请给下列字分别加一个三画的字组成新字，举例和加大等于乙。哎，女是三画吗？宁。嗯，对，是三画，是三画。好，时间到，请停笔，请抢答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席瑞的答案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祝贺席瑞。难选，难选，这个人难选。好，那么席瑞现在获胜了。那么林毅今天也非常优秀，非常优秀，休息一下。厉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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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。席瑞，下面要对付虎奔了，先说说看虎奔的心情。席老师，我素有所知，素有所知，所以他作为一个舌辩之士，我也不想跟他说狠话，因为说狠话肯定他能行。他能行。我觉得东啊，咱俩得在前段举旗，到后面。那咱们一人答一道？哦，还是给虎奔打两道？哎，那别这样，我先举个旗。你给谁？第一题，席瑞休息一下，虎奔先来答第一题，好吧？来第一题。啊，你是要缓解我跟席瑞的关系？贴不贴心？再给虎奔。请听题。许多现在的歌词其实都能在古诗词中找到影子，请说出下面句子化用的诗词原句：一，春风十里不如你；二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；三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，马如龙。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。虎奔先来答第一题。我看到这个题我就非常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他考到我的点上了。哦，对，虎奔诗词很棒的。第一个是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，它是杜牧的一首诗。第二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苏轼的定风波，啊，他说万里归来颜玉绍，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。然后第三个是李煜的一首诗啊，他是说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好，天哪，这都咋背的呀。下面虎奔是吧？没有，那再先他们答一下，不到你的点，还不到你的点，对对对是吧？好，那两位做好准备要抢答了哦。下一题，请根据提示补全以下成语，举例美满、花好月圆。他的意思是这个成语后两个字都是单人旁，他表达的意思是差不多，想到了吗？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请抢答。没人抢吗？没有人抢。哎，就真想不出来啊。好，再来给大家提示一下，这个后面两个字，两个单人旁的字有兄弟的意思。你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和这个成语完全吻合。对，来，两位做好准备，3-2-1，请抢答。孙策、孙权、曹丕、曹植。这上面确实有时候脑袋很空白，可能紧张吧。对对，来，做好准备，
请抢答。这个真是卡死他俩了，其实他们一定知道，一定知道。这道题不好意思，你们已经三次了，大家一起吧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不分伯仲。啊，你们两个刚才蒙圈蒙圈的状态真是不分伯仲。差不多。孙策字伯符啊，孙权字仲谋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当一场梦。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就当是一场梦。准备好，下一题。请问，有关“伙伴”一词的来源，说法正确的是：一、同住一间房的人；二、同吃一锅饭的人；三、同上一战场的人；四、同坐一辆车的人。请抢答。来，席瑞，同吃一锅饭的人，伙夫也是这个来历。我觉得应该是同上一战场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打脸了。其实我想问一下，同吃一锅饭的有几个人？一伙多少人？啊，我不知道，一伙十二个吧。那是一打。《木兰辞》里头提到伙伴嘛，所以它是这个北魏时期，就是原魏，然后十人为一伙。好，来，现在双方一比一平，你们的成绩真是不分伯仲啊！下一题，请看题。请问，在以下带姓氏的词语中，哪个的由来与人名有关？一、周旋；二、杜撰；三、陈述；四、顾忌。两位做好准备，请抢答。来，虎奔。我选二，杜撰。啊，因为有一个姓杜的人，叫什么来着？我也给忘了。他特别能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打油诗啊，然后就是胡吹冒料的东西。然后别人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，就会说：“哎，这是这个姓杜的人写的吧？”所以就是杜撰。我觉得他就是在杜撰。听起来不太靠谱啊！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哎，答案靠谱，听起来的内容有点太不靠谱。就是大家记忆中可能是这样的，但这个杜牧当时和欧阳修是齐名的。你讲的他不是写打油诗，他是什么呢？他写诗，不按格律创作，任性创作。对古人来讲，我刚才讲诗是可以考进士的，所以很讲究格律。如果不合格律，这一定是杜牧传的，简称杜撰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二比一，虎奔领先。太点了。虎奔答了吧，开玩笑的，那给席瑞。来，席瑞答下一题。人们常用四两拨千斤形容以小利胜大利，请问四两拨千斤最初是指什么呢？一、太极拳法；二、建筑工艺；三、杂耍技艺；四、算盘打法。请回答。四两拨千斤嘛，就是要以小力胜大力，借力打力，所以很明显是太极的拳法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二比二平，赛点决胜题，两位做好准备，来，请看题。我们常用休戚与共形容关系密切，请问休和戚是什么意思？一、休息和劳动；二、贫穷和富裕；三、成功和失败；四、欢乐和悲伤。请抢答。虎奔，两个人拍的我这都听得上了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啪。好，来，虎奔。我的选择是四，欢乐和悲伤。休就是欢乐，七在这里就是悲伤啊，比如说凄凄惨惨戚戚。回答是否正确？正确。回答。祝贺伙伴，同时把掌声给我们的席瑞，棒棒棒棒棒棒。席瑞和其他的汉字新生请到舞台上集合，同时我们要请浩源和嘉璇来到二三号答题位。好，
下面浩源和嘉璇要通过答题来选自己的队友了，小火药味啊，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了啊。来，请看第一题。请观看以下视频。你们好，我是邓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请问视频中的人拜年时的作揖手势应该是怎样的？一，左手在上；二，右手在上；三，食指交叉；四，双手合十。这样还是这样？左手在上吧，好像这样比较顺，我感觉。右吧，这样吧。请抢答。浩源连二字都学了，掉了，手速太快了，破坏道具。我就举着吧，我就举着吧。来，请回答。听过一种说法，说这个右手是执兵之手，所以巨人之前是把左手挡右手，然后用右手去做这个一，所以我选的是一，左手在上。回答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好，所以这一轮浩源先在这九位汉字新生当中选一位加入成队。我当然是选老搭档那个冰莹。好，邓冰莹加入成队，请往前一步。我想选我的老乡苗灵毅。小东是上一次的冠军，那我选小东吧。好，下面嘉璇来选择自己的队员。嘉森吧。好，聊嘉森。现在我们请李浩源和程嘉璇进入到自己的队伍，请虎奔同学来选择你要加入橙队还是加入绿队。第一期的时候我和浩源我觉得没有打够，还是想 PK 到最后，所以我选择加入的是程嘉璇姐姐的队伍，加入绿队。现在东啊，你要选择虎奔要取代谁的位置？你不要看成队的，他一直盯着成队的。李浩源了，我已经想他走好几期了，已经他还怎么还在这儿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好难啊！你确定吗？我是觉得虎奔他也是比较擅长文学，跟我比较相似嘛，所以我觉得把我踢下去应该是比较好的。好想哭，这种人真的。好，那就，让嘉森先休息。嗯，好。好的。那这一轮嘉森先观战。好，由虎奔加入到绿队。人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的，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自己身边的人去怎么想，这也是另一种为自己着想的。好，现在我们两队已经集结完毕，请双方去换上你们的队服，进入备战间，开始你们的备战时刻。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期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可以下载作业帮直播课 APP 参与神奇挑战赛活动来参与互动，就有机会来参与节目的录制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错完，耳聋城，孤月湖，草头成了花。